20号，杨幂爸爸在网上晒出一段女儿之前接受采访的花絮视频，并配文调侃标准的北京大傻妞。视频里说着土味情话的大幂幂频频笑场，一阵阵魔性笑声相当洗脑，也难怪亲爹都直呼大傻妞了呀。不要让我看见你，不然看一次喜欢一次。虽然杨幂的爸爸喊大幂幂傻妞，但其实他才是大幂幂的头号铁粉。不管女儿杨幂接了什么电视剧，都是最迅猛又给力的宣传小能手。之前18号生日的时候，还晒杨幂扶摇剧照，称是给自己的生日礼物。芒果拉新闻，这大傻妞也太可爱了吧！报道。